Let's roll。这个是六月份刚刚出的乐高擎天柱。从五月份乐高公布了这款擎天柱以后，我就非常的期待，而且早早的就预购了。终于在六月初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今天正好有时间可以来玩它一玩。其实砖块的擎天柱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上一次可能还要追溯到2011年，孩之宝，也就是擎天柱它的 IP 所属的那个公司，推出过一些变形金刚的积木玩具，但很可惜那个时候就没有做得很好，还原度也不高，所以也没有火起来。但这一次光看图我就觉得它超级还原，这不就是 G1 那个版本本来的样子吗？做积木玩具那还得是乐高，它的型号是10302，一共有1508片。哦，才1500片，我还以为要2000片以上呢，那这个小意思了，很快就能够做完了。看包装盒后面的图片信息的话，它也是可以在不用拆装的情况下就可以自己完成变形，当然手动要掰一下，同时也配套了2把武器，还有一个领导力核心。那我们现在开始拼吧。看看一共有几袋哦，1、2、3、4、5、6、7、8、9、10，还有轮子，一共10包。我们从第一包开始喽。卡住了，左胯卡住了。可以开窗了。第二包，可以转了。第三包，完美。现在一二三包都拼完了，基本上躯干已经出来了，我们接着来拼4、5、6。这里有一个球状的关节，刚刚做的是一个卡扣，正好。擎天柱愈发高大了起来。看我们擎天柱的大长腿，这个是不是已经可以小小的变身一下了？不行，先坐下吧。第六包，有两个腿，应该就算完成了。这里有关节，膝盖可以转。擎天柱的两条腿又丰富了一些细节，接着来。这个车的前脸差不多了哦。这两块零件上面的图案都不是贴纸，它是直接印刷上去的。哎呦，肩膀，做另外一个肩膀。肩膀可以打开，旋转。左手的爪子，喂，好了，无头擎天柱。哎，大家好，我是有头擎天柱。给你点赞，胜利在望啦。第九包，哇，这包是要做武器了。哇，The Matrix of Leadership。这个紫红色的小方块就是汽车人他的一种能源，让他发动起来的那种能量。能量符。啊，剩下这堆黑色的零件就是爆能枪吧。好了，握住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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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最后一包了。喷气背包，还有最后一张贴纸。所有砖块都拼完啦，
完整的乐高擎天柱就在这里啦，分别有爆能枪、能量斧、展示牌，上面写了 Optimus Prime， 然后下面有一些它的属性，力量值啊、勇气啊、技能啊、速度啊，还有能变形的擎天柱，这个体型也就三四十厘米的高度。现在我们来变形玩玩看，第一步要把喷气背包拿下来， Transformers， 手放平转过去，折下来，先把翻，对对对，好，双手扣下去，盖子扣上，侧面的转过，是两个脚扣下，爆能枪把手推掉，卡进来，换一下车牌，哎，变形完毕。哦，我觉得这一款乐高玩具跟之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可以玩的地方特别的多，有19个可动关节，除了替换车牌和卸下喷气背包以外，就不需要再撤任何一块砖块就可以完成变形，这个还是非常酷的，说明这个玩具确实设计的非常好，而且它的外形特别的还原。但是它是乐高啊，它的拼接方式、它的连接方式还是不太可靠的，你可能在任何一个动作、任何一个环节当中都有可能掉落任何一个零件。中间有一个红色的圆盘，包括下面有一个可以转的髋关节，特别容易掉。哎，如果你买了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用力过猛。最帅的还是它的外形了，而且它是个乐高玩具，比我之前买的那个擎天柱玩具要多了一个拼装的乐趣。两个形态我觉得还原的都超棒啊！差点忘了，胸前还可以打开呢，领导核心啊！1508个砖块，我拼了一共是6-7个小时吧，我觉得还算蛮快的。最后，我们再一起欣赏一下擎天柱变形。擎天柱的话，不要忘记留下3连哦！擎天柱给你点赞。